这里是比赛准备区，您可以自由操作。正式比赛将在倒计时结束后开始。由于您是第一次参加英雄峡谷的试炼，本局试炼仅为您安排了6名对手，击败他们，生存到最后即可获得胜利。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黑金号魔法飞艇，飞艇会带您飞掠整个英雄峡谷。哇，现在飞艇正处于藏金镇的上空，据说藏自由下落的速度很，降落伞打开后，您可以滑动摇杆来调整您下落的方向。落地之后，请第一时间寻找房屋等资源密集的地方，搜集装备和道具来武装自己。估计这口锅能把人拍，有了它，我也可以百步穿杨。The safe area has been refreshed. The magic barrier will shrink soon. The safe area has been refreshed. 请注意地图上魔法屏障，也就是地图上白色圆圈的位置。在倒计时结束后，魔法屏障将开始逐渐收缩到图示位置。开启宝箱，击杀怪物都会获得经验值，积累经验值可以提升您本局内的人物等级，人物到达特定的顶级还会提升技能等级哦。哟，这棍子耍起来还挺顺手，吼一把风，想必太阳也吼一把风力的境界，我该斩下谁的头颅呢？The magic barrier will shrink soon.
The safe area has been refreshed. The magic barrier will shrink soon. How a powerful sword! I should cut off whose head? How a powerful sword! I should cut off whose head?感到一股强大的魔法能量充满全身。The magic barrier will shrink soon.